算成你的点数没问题。你要不要送我？送吗？来，我快点，快点，来一点。巡洋速度怎么画？这太困难了。太困难了。第一个零秒在交叉的地方。哪里？在交叉的地方。零秒都在交叉的地方。然后嘞？然后，一秒都就是在 S3 高度秒。OK， 我们这把高度多少？这很难说，对不对？咱们看一下高度的角度是一。八除以二。二。四三。二一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这样子，这么清楚一点点。所以那个第四秒是六，哪里是六？第四秒是六。第四秒它的位置是6.5啊。好吧。第一秒它第一秒是不是在一？一 ，OK， 好，一，一秒走一个，然后。第二秒同时在三，第二秒都在三，一秒走了三公里。其他同学看一下，他这样讲对不对哈？错，错在哪里？赵东志，你没有事做哦。看起来人家没事做哦。第二秒都在三。没有点出来的话，你就要被打。来，等下换人讲，第三秒赵东讲。第三秒，等一下我不知道他的那个。没事，我上车。在这里面。
懂意思吗？所以假设这两个速度来讲的话，谁的速度比较大？正二嘛，正二比负五大，对不对？但如果讲速率的话，谁比较快？你看讲速率都是讲快慢的，我们不讲大小。那就是五哦。啊，是五比较快。为什么？啊，对，速率，速率嘛。我想的是零比较快。啊，速率是比较快的意思哈。在画图的时候，因为已经有正负关系，所以我们通常 BP 图会讲这速率，这就是速度，因为它是有方向性的。啊，所以刚学生说这是速率还是速度？基本上我会认为这是常识，在 BP 图这就是速度。啊，但是你们不知道合理，因为没有讲。啊，但是这样有个概念的，什么是速率，什么是速度，知不知道？速率是什么？就是在一段时间以后，随着移动的快慢，路径长。速率看的是移动的快慢，路径长。啊，速度是什么？是位移，距离时间。对，但是我们会，因为这样讲，事实上太过抽象了。我们可以再清楚一点点，再浅显一点点。那你走相对于你的上限，还有从那个这个时间到下一个时间所走距离的最短距离，所经过的最短距离。我现在坐在车子里面，我看到时速表，这时候如果时速表直到75，请问这是速度还是速率？速率。速度还是速率？是瞬时速度。是吗？是吗？我在车子里面，我看到我的时速表，直到75的位置，请问他告诉你速率还是速度？速率。速度。速率。速率。速率。你觉得速度？速率啊。为什么呢？你觉得？所以你要说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子啊，我像靠边，我记录速度快。可是如果今天我是倒过来，我是靠边，就往反方向。我没有告诉你这个，我说我现在看到这个时速表，他告诉我什么？速率啊。瞬时速度。这速度吧。速度，瞬时速度。那个应该是速率。速率。速率啊，因为你倒退的时候，它这样显示是正的。所以我们还再回来，什么是速度，什么是速率，差别在哪里？一个有在瞬时的时候，有在反方向。速率通常是讲快慢，所以它没有方向，它没有方向，往这边移动，往这边移动，如果谁比较快？再看一遍。同时吧。啊？同时吧。一样快，对不对？所以它速率一不一样？一样。速度一不一样？一样。速度里面有什么东西一样的？方向。速度方向一样哦，方向当然不一样了，但速度里面什么东西是一样的？移动速度不一样。移动速率一样。我们用数学来讲，就是大小一样，对不对？画绝对值代表大小，画绝对值代表大小。上面画个箭头代表向量，什么叫向量？对不对？哎，学姐，什么叫向量？不知道。不知道什么叫向量？对不对？不知道什么叫向量。我们这些时候回来中文的叫说文解字，向量的意思就是说什么？有一个地方，一个方向。然后嘞？然后朝向那个方向。的量，叫向量啊，有方向的量就叫向量，是我理解。有方向的量叫向量，对不对？大家可以接受吗？向量。然后就我们目前所学过的东西，物理上面来讲的话，什么东西是有向，是叫做向量？什么东西是有方向的量？移动啊。我们观察过，移动是什么样？移动是一种向量。OK， 移动是一种向量，没错。位移嘛，我往这边移动，跟往这边移动。一不一样的结果，不一样的结果，这是向量，因为有方向的量。我往这边移动两公尺，我跟往这边移动两公尺，什么东西一样？大小一样。移动速度对不对？移动速度不会一样。移动速率一样。速率可能是一样，因为速率没告诉你多少时间啊。对啊。对，我没告诉你多少时间移动，但是我知道移动的距离大小一样，可是移动的位移不一样。位移不太一样，因为是往左边移动，就是往右边移动。啊，距离一样，因为距离是指的是大小。这样有概念吗？啊，就向那个方向而已。向量是有方向的量。方向量。好啦，就是抽象的。第一个，你们要预习看课本。你们现在目前观察起来是没有。龙娟没有。龙娟，大家应该都没有什么看课本。有啊，这个一定有啊。冠友看课本。
只能看课本，要看课本。好，想到哪里，学到哪里。不是，想到哪里，你要看到我讲的再往前一点点，那叫预习。你们现在不知道在讲什么，然后也没有做笔记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永远都不知道在讲什么。有时候我们听到了跟你看到了的感觉不一样哦，所以你要记得写下，写下来这种感觉，知道意思吗？我先讲速率，讲速度，讲向量，讲位置，讲位移，讲距离，听起来就有点笼统，好像大同小异。可是这时候你没有写下来呢，对不起，脑袋是一团乱。有红色，有绿色，有橘色，有黄色，有紫色，啊，到底什么颜色？你怎样？因为乱的，什么是什么？乱的，好、哦，所以看起来事情不行，是我要写的，啊、对不对？位置，什么是位置？直角坐标方位。OK， 直角坐标的，直角坐标的方位。通常你要知道位置。好，我们现在这样子，在这个教室里面，你怎么去形容学员的位置？最角落。光线哪里？最角落。看在看台的角落。看，你不用管我看什么，你要说，我先问你怎么去形容他的位置啊？哦，在。怎么去说他的位置啊？左边角落。你的左后方。你的左后方 ，OK。在梯子的右方。梯子的右方。梯子有很多个右方啊。对，梯子很多个右方，所以这样不清楚。但是如果说今天刚刚子彤讲说，在他的左后方清不清楚？清楚吗？清楚吗？这样就清楚了吗？是清楚。这样就清楚了吗？不清楚，因为他只有个方向，他没有量。他没有那个。他没有量。对，少个距离。如果他这时候说他在左后方两公尺的位置，清不清楚？清楚。还是不清楚，因为左后方是个范围啊。有这样的，对，左后方是个范围，左后方是个角度。假设这个人，这个人面朝这边，这边是他左边，这边是他后面，左后方可以是这个范围啦。哦，是不是？所以要怎么说？几度哦 ？OK， 他在我左45度边，向后45度的位置，距离两公尺，这样清不清楚？他在我左边，向后45度的位置，距离两公尺。清不清楚？对，这样就清楚了吧？所以我们在决定在描述一个东西的位置的时候，你需要什么东西？距离、方向。最重要那个还没有那个，最重要那个没有出来。位置啊？不是。在我们描述学员的位置的时候，谁最重要？基准点。对，基准点谁？子豪。子豪是基准点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做事情都要先定原点？哦，对啊，要有那个原点哦。我们要先定原点嘛，我们要先决定一个归零嘛，先把基准点找出来，这非常重要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先定原点，当你参考点出来之后，接下来才要做哪个方位，对不对？是多少距离就清楚了。所以我们决定一个位置需要什么？原点，对不对？需要方向，还有呢，还有需要一个距离，是不是？当我们习惯直角坐标的时候呢，或许我们就没有那么麻烦。我们可能习惯上就是这样说：，哎，这个点 P 的位置在哪里？我们直接拿原点 O 来表示，它距离左边 X 的位置，它距离上面 Y 的位置，就决定它的位置了，对不对？这叫什么？在数学上叫做坐标位置嘛 ，XY 是不是这样子？赵东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这样子。爸爸在补习车。那你在干嘛？放在吃啊！我要去捡地中海，我要等下。你在登山上还没有办法捡到地中海。Scam！ 你吓到我了。这是什么课？地中海课吗？也是地理课。我喜欢跟你讲的，你啊。对不起。哦哦耶！你要拿出加法来了。请加法。你在画面拿减法。妈妈减法。OK， 所以我们这样子从资料坐标系的 O 点 X Y， 我们就可以决定这个位置是不是位置出来了。请问 O 点是什么桥 ？O 点是参考位置啊，像刚刚子龙是 O 点啊。因为它是 O 点。对不对？它那个决定嘛，我就决定我的左后方45度的地方，学员距离我两公尺的位置，我就决定出它。
它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叫位置。所以我可以说位置是个向量吗？位置是不是个向量？应该不是吧？位置可不可以是个向量？方向的量不是。它当然是个向量啊，它有位置啊，它就是个向量。好，它就是个向量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移动位移。位移简单，《说文解字》什么意思？到位置的移动。移动到位置。我们可不可以再说一次？位移。好，这样子，你的中文再组合一下，再组合一下。位移什么意思？移动到位置的距离。你说看。好，位置的移动。好，刚刚又简单，你是比较刚刚讲的。移动到位置。哪一个比较清楚？不是在讲同样的东西吗？你们觉得听起来一样的东西吗？好，说看，来，农民是什么？位置的移动，来，移动到位置的距离，哪一个又清楚又明了？我自己啊？谁？还是有你有更清楚的说法？说看。龙轩的。龙轩的位移就是龙轩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也是可以用到龙轩的位置叫做位。再讲一遍。黄子红的位置用到龙轩的位置叫做位。OK， 所以是位置的移动嘛？对。啊，位置的移动。位移就是位置的移动，很简单啊，不简单。就我们就是想在复杂。谢谢老师的补充。对。请讲。对，是小老师哈。对吧？那刚才失神。哇。好，打一下。出来加法之后。来。很痛啊！摄影机被拍到这个，所以他会觉得很痛。吓死我！但是你没有反应，所以他看不出来。如果再演真一点的话，摄影机听到声音要跳起来，那他就拍起来像是真的被打。没有，不行，做一个好男儿。那我应该来这边控制一下摄影机。好了，位移就是位置的移动。我比如说从这个 P 点，我移动到这个 Q 点。你会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我从 A 一个闪现，从 B 点到 Q 点。再讲一遍，再讲一遍。我没听，再讲一遍嘛。再挑外机，从 B 点到它 Q 点。从 B 点移动到 Q 点，但是你怎么去说它移动了多少，或移动了怎么样？它怎么移动？你怎么去说给人家听？就走过去了，走过去了，飞过去了，跳过去了。好，简单来讲，先遇到一个外国人，外国人问你说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台北在哪里？好标准哦，在你旁边，在东京120.5度。请问一下，宜兰怎么走？宜兰搭台湾，用月交走，你可以搭跟马拉松观光的东西，手指可以。怎么走？用脚走。就走，走上高速公路，然后国道了。先走国道三号街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在北边20公里的位置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要移动的话，就往北边20公里的位置过去就可以了。真的？问题是在哪里啊？好，直接就到台北了。啊，不管了，就让你往北边20公里的位置想办法过去啊。哎，小李，你是王金勇。我们假如不从高速开出去，我们直接就到台北了。不一定啊，我说宜兰呐。所以我们从台北到宜兰，还是宜兰距离我们。我是从这边到宜兰呐、啊。没有一级哦。啊？没有一级哦。从这到宜兰没有六级啊？没有啊，是没有六级，二级，而且东北边是东北边。好 ，OK， 你回来。那这边移动的时候，从 B 点到 Q 点，你一定要先知道什么 ？EQ 为圆心。然后嘞？然后嘞 ？EQ 为圆心，然后嘞 ？EP 为。以 P 为 O 吧，然后以 Q 为圆圈 P 点。停，我们有几个说法。你说要从 P 点移动到 Q 点，你是不是先知道 Q 点的位置？要。需不需要？需要。哦。我先告诉某人说你要去移动到 Q 点，然后他 Q 点在哪里？计算机。这是 Q 点在哪里嘛？所以他先告诉 Q 点在，比如刚赵东讲啊，从子龙的位置移动到龙圈的位置。因为我们都看到龙轩坐在那边，假设我现在不知道龙轩在哪里，我可以有想象说，到底要从哪里到哪里吗？我可以想象吗？假设我现在没有看到子龙跟龙轩，我可以想象说从龙轩从子龙的位置移动到龙轩是在哪里到哪里吗？我可以想象吗？我可以想象吗？我不能想象，对不对？
想象，你怎么想象？就往后看一眼，然后我这里假设他们不在这里呢？譬如我叫做啊，请从少公的位置移动到老花的位置，你可以想象吗？无法，这么简单就完蛋了。没办法想象嘛，他们在哪里？但是在这边，我们说一定要具体，就是你要清楚到你的 Q 点在哪里。但我告诉你说，假设 Q 点的位置是 x1y1。可不可以？你会在直角坐标系，你会不知道 x y 的位置，你会知道它在哪里？你会不会知道它在哪里？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会啊。什么叫你什么都不知道？因为我现在老师，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个，我告诉你们各位一个小秘密啊，在我课堂上，我非常不喜欢听到我不知道。哦。你不知道，你可以把它转换成请问一下。什么东西？你要问一个问题。啊，不知道是一种消极的做法，就我不知道，我就是什么都不管，对不对，赵总？嗯，不对啊。那什么？我不知道只是代表我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是你会懂的。但是你更积极的做法是什么？就是我想知道，我要知道。我想知道。对，你要知道什么？你要说。我想知道你们在干什么。你不能只是说我不知道，那不知道是一种很消极的做法，我就不知道。问一问，哎呦，现在讲一讲，哎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刚到现在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不能这样，要积极。OK。我现在假设想从 P 点移动到 Q 点，我要先知道两个条件，什么 ？P 在哪里跟 Q 在哪里？我先知道 P 在哪里 ，Q 在哪里。当我这两个知道之后，我是可以说我从 P 点移动到 Q 点。好了，当我画这个箭头，这个箭头告诉什么？这是正向。开始去。这它。移动的方向，还有嘞，距离，还有距离的。我告诉你这个箭头，我告诉你移动的方向跟距离的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什么？我告诉你什么了？移动方向跟距离。对，这条箭头已经告诉你移动方向跟箭，移动方向跟距离。所以为什么习惯上讲向量的时候，我们在上面画个箭头，表示这个量是有方向的量。人家那不是一个绝对值，然后还有一个导数。好，我们先不画，不管绝对值的时候，如果说只看到一个数，一个代码加那个方向，表示这个是一个啊，那个十五是一个代码，这是一个数字。然后你不要从这个角度看嘛，很发达你啊，然后再看，这样子看。对，十五号到啊，而且十五还要这样才算十五。好啊，他们就有那一个，好，第一个代码加上一个方向，表示这是一个向量。什么叫向量？再讲一遍。向量就是方向，还有那个重量。重量。那还是方向的量。方向还有距离，方向跟大小一个量，向量就是一个方向的一个量。我们讲说方向跟距离，讲的是位置。啊，或是位移时间中的距离，有没有？假设你看，我从 P 点，我们讲的话，这从原点到这边，这有方向，有个量，这是一个位置。从这边移动这边，这是距离的移动，它也是有方向跟一个量。但是你不能说所有的向量都是方向跟一个距离，不是这样子哦。啊，因为向量很多种，质量是不是向量？是。质量有方向性吗？没有。那为什么是向量？哎，不，质量有啊，往下。质量是往下吗？那如果是在宇宙中呢？好，我错了。质量有方向？没有。啊，万有引力有方向？有。哦，万有引力有方向，所以力是有方向的。力是有方向的。啊，力是有方向。万有引力是上的力啊，不是质量。还有什么东西是有方向的？还有什么东西是有方向的？波。学姐，它有什么东西是有方向的？波。什么？波。波是有方向的。波的行进。波的行进是有方向的。OK， 波的行进是有方向的。说波的行进上叫波速啊。好，但是波速跟什么有关系？学姐。浪波速跟密度。跟密度有关系，但是密度有方向。没有。密度没有方向，那波速是上跟什么？跟位置有关系，位置的移动嘛，就位移有关系嘛。它、这一瞬间波在这里，下一个瞬间波到这里。所以你才感觉到它有移动嘛？因为有方向的话，那就表示说它一定有位移的，一定有移动。有方向就一定有位移吗？哎，不对。我现在对墙壁施力。有位移，一定有方向。
有位一定有方向，对啊，对啊，有位一定有方向，但是跟我们讲坡没有关系。我刚讲说，我这边看到坡在这里，下一阵坡已经移动到这里了，我可以知道它有速度吗？坡就有速度，这不就是说坡的移动方向是有方向性，坡的移动速度是有方向性，所以事实上从位置移动衍生出去的单位都是有方向性的。位置移动衍生出去什么？变速度，速度衍生出去变什么？速度变速率，加速度，加速度，加速度也是有方向的，对不对？速度加速度都有方向，都是有方向性。好，那密度有方向没有？密度没有方向的原因是因为质量没有方向，体积有没有方向？没有，体积也没有方向，对不对？所以质量跟体积都没有方向，那衍生出来的单位也没有方向，耶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什么东西有方向？温度，温度有方向？有，温度有方向吗？部分的振动有多方，那应该只有方向和振动，才产生温度。哎，对，他说温度的现象是原子的振动，但原子振动有方向吗？原子振动有方向，但是原子振动这么多原子在振动中，它距离表面上是哪个方向？它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。温度实际上不是靠温，不是靠振动的方向来决定，它是靠振动的频率来决定的。啊，有振动有频率，它就可以决定温度。所以温度也没有方向，还有什么东西是有方向的？时间。时间有方向，没有吧？当你有时间轴的时候才有方向。时间有方向这件事情是蛮抽象的，因为我们实际上看不到时间。对啊。啊，我们可以感觉到时间过去了，但是我们看不到时间。我们没办法去测量。啊，真实来讲看不到时间，所以说像那个星际那效应，星际效应里面它讲到时间是有方向，它把时间的方向表现出一个立体的结构。它也不是在流动，啦啦啦啦啦，就从这个时间到另外一个时间了。同样的房间，看到的不同的景象，哦，在中间啦啦啦啦啦，就到另外一个时间去了。它把时间转换成一个空间的概念，让我们感觉一下。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？不见得哦，时间不见得这样的概念。我讲不讲？跳舞，有听懂他说什么吗？没有听懂啊、哦。跳舞。简单来讲，它把一瞬间哦变成一张纸的意思。所以这张纸过去了，这纸一直搬过去，一直搬过去。可是假设我今天能跳脱时间这个轴的话，我可以随时搬到另外一个时间来看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，懂我意思吗？我发现你是像什么看故事那样，可是我们一直看，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有被翻过去。对对对对，如果我们在那个故事外面，我们就把它往回翻。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我们现在在故事里面，所以我们自己不知道被搬过去了，我不知道被断裂了。可是我跳出来，在外面看的这个故事在进展，那我是随时可以把它翻回去再翻过去。我看那个表妹要跳出去了、啊。骇客任务吗？那你们跳不过去啊？你现在骇客任务吗？不是骇客任务，是在星际效应里面。OK。那假设我已经跳出去了，我就进不去了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它可以随时进去啊。它现在 OK 这个概念呢，如果说你以2D、1D、2D、3D 来看的话，就好像一只蚂蚁，它是不是有高度这个事情？知道吧。蚂蚁有高度概念吗？有，有，它可能有，但是蚂蚁的生存空间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平面的空间。譬如一个蚂蚁，它如果在我的杯子里面，它开始向前移动，然后动，它就滑下去了、啊。它走一走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哎，靠，好可怕哦！对吧？哎，那小雨小有问你哦，假设我把一只蚂蚁15桶桶桶摆下去，啪，然后它往前移动。他应该就会知道啊，我刚刚有高度问题了。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蚂蚁，没办法理解。但是我们假设蚂蚁就是一个平面动物。啊，可是蚂蚁它在跳挖地洞，它在往上往下跑。它所不管往哪边走，它都觉得它平面啊。啊，它的世界就是平面。所以它有一天，譬如它跟它朋友走在一起，我们在旁边说：“哎，这蚂蚁抓起来。”它说：“我朋友不见了。”消失了朋友，对吧？这好变态啊！他突然从这空间消失了，他不在那个平面了，他不在那个空间了，所以，那你看，我们是三 D 的人嘛，所以我可以随意进到这个平面去看他们的活动，我是可以看他们的平面的活动。那不是有些蚂蚁会飞，会飞的就是。好了，我不要讲太多，我只是举个例而已，并没有说这就是对，我没有说这是对的。OK， 我说假设现在有两个平面的世界生活的动物或昆虫，他们可能就是只知道二 D 世界。所以这个世界的人并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啊。可是我们这个三 D 世界，我们可以同时看到两个世界在发生进展，对不对？我如果从这边抓一只蚂蚁，哦，我不见了，噔，
方，为什么旁边都不认识的人？他到一个新的世界了，有可能吗？所以我们现在的宇宙，我们现在所认知的是一个 3D 的世界。可是如果有一个人，他有办法进入时间轴，他可以改变时间轴，或他可以进入他自己改变自己的时间轴，他是可以到任何一个时间点去。好帅哦！对不对？到中那他进来了，他实际上他就可以进到这个时间轴，他可以脱离了，因为他就有这个能力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讲太远了。啊，其实时间星际效应，他讲了一个，就是说，当人类因为那个男主角跟女主角发生了一些故事之后，我们他是妇女啦。讲什么东西？天哪，糟糕！他爸爸去，他爸爸去宇宙找一个新的人类可以生存的地方嘛。他女儿在地球嘛，但是因为他爸爸去到宇宙之后，就发现他进到一个。进到一个时空里面去，然后他发现他弟快死掉了，他回不来了，他就很难过，很难过到他很想去跟他女儿讲说，叫他劝他阻止他不要出去外太空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他就进到那个宇宙的一个黑洞的另外一个边际之后，他发现他有能力回去过去，所以他回去过去。在他准备离开的那一天的那个晚上，他就给他女儿个讯号，因为他没有沟通，给他一个讯号，告诉他说叫他不要走，因为他跟他自己，你这样懂意思吗？他现在宇宙去了，可他有办法回到过去的时空，在他准备要离开的前面一点点的时间，他就给他女儿个讯号，那个讯号就告诉他，跟他爸爸讲，就跟他自己讲不要走。他跟老师直接讲 ，I am your father。他就是没。他时间很有限了、啊、他用一个摩斯密码什么东西，让他去告诉他这个事情。那不是干嘛？对，但是。不是他不是可以穿过任意时间走，还是回去但是他那时候的能力还没办法完全控制，所以他只有做一个事情。所以等他确定，后来他爱离开了，所以他失败了，他就被困在宇宙了。然后他后来就发现说，哎，我说不定可以找到一个方法逆转回去。所以他去研究那个方法，然后跟他女儿讲，所以他女儿在地球就发现了方法，可以逆转回去的方法，所以他女儿就改变整个地球的生命的命运嘛，对不对？整个改变了，改变之后后来，他在宇宙中被找到了，所以他救回来，所以救回来之后，他女儿已经是老头子，快死掉了，他还是大概是40岁左右的年纪，因为他进到一个时空停留的环境。看起来好帅哦！所以当他看到他女儿的时候，他女儿已经很老了。我想要看到我儿子就很老了，哈哈，你到那个年纪，帅，太帅！我听起来，你知道最近有个，我最近看一个影片，我觉得蛮屌，他是把那鱼啊，然后把鱼直接放到一台蛋里面去，放进去之后，那鱼就变石头一样，丢在，那鱼就这样。那肉不是烂掉吗？就我。硬掉不是烂掉，是硬掉，就瞬间就硬掉，就结冰了。放好一台的板，有可能断掉，有可能断，但它没有断掉，它是就它是放在桌上，它从那个捞回来，就放在桌上的，跟那个晃过去嘛，就跟晃过去。这很变态。然后就感觉到这个鱼就死掉，对不对？他就把它金鱼再放到水里去，那就回温嘛，就活过来。好，超能坏蛋麦克来的。很屌哈，很屌。然后我不知道人现在做不到，不然就把照片给冰起来。哎，这样就有机会，对不对？真的哎，错，因为你还没生小孩，那等你生小孩才可以这样做啊，对不对？烂哦。啊啊！做军机就回来，怎么可能？回来，生出来。大家知道位置跟胃的关系吗？位置跟胃的关系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哎，抱歉，知道了吗？不知道。不要问我，不要看我，不要。太远了。停，你说我刚死了，哎。OK， 所以位置跟胃有关系。胃是要用什么方向？我们可以放到什么胃？胃只要用同一个方向移动多少米？就是胃在移动。哎，会移动多少？胃在移动，没错。比如说你从 B 点，我告诉你说，啊，那你就往右边往上大概是30度角的移动的方向，移动2公尺，对不对？这位置的移动是那里这个角度跟方向的关系。角度，角度跟大小的关系，就是某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。对，所以那就是移动，好，那是位置。所以我们简单来讲，假设，哎，同学，不要晃神，不要看别的地方，因为看别的地方很容易晃神。你的状况是这样子，假设这是一条直线，这是原点，我们是扫空的吗？好，
这不是，这是我太太。哦，对，这是原点。我希望你从原点向你的右边移动，假设是为正，那向这边移动就是负的。嗯。OK， 这样有概念吗？这是方向性而已。OK， 这就是一个方向。所以我告诉你说，我先往右边移动十公尺，再往左边移动两公尺，起码真正的移动多少？八公尺。哎，12公尺。我真正的移动距离是十二公尺，但是我从原点来看的话，假设我有一天八，对，八怎么样？八往右边，对不对？好，八往右，这不就可以计算了嘛，对不对？正十公尺，减掉两公尺等于正八公尺，这个意思就是方向的关系算进去了。所以我用数字，我用正负号的关系，我就会表示它的位置关系了。好，这是位置的分子。我们为什么要加上正负号的关系在这里呢？好，所以我们要回来了。我们回来了。好，到这边，刚刚这边谁说的？负1.5，负1.5对不对 ？Yes。所以在这里对不对 ？Yes。好，五秒嘞，五秒嘞，五秒谁说？龙轩。龙轩。应该是负1.5，继续对不对？好，六秒嘞。浩轩，刚刚没说，浩轩换你说。说说。啊，这边说啊，说啊，说啊，说就。来，这样子，是怎么样？哇塞！说说看。那边吃的会比较重要。好，不知道嘛？好，我们假设这是6.2嘛。啊，好丑。那多少？多少？学弟。你在干嘛？没有。更热。别人在说的时候，你可以想想看，他说的跟你结尾不一样，这样子不容易分心，跟不容易睡着了哈。没错。其实最不容易睡着的方式呢，是脑袋一直在想，你就不会想，就直接睡着。脑袋如果一空了，就会睡着。啊，差别在这里。我经常性的经验是这样子。啊。那你现在就可以知道，来多少？脑袋是有在想。这一秒钟，他走了多少距离？这一秒钟走多少距离？哦，我学一格啊，一格又多一点点嘛，1.5，铁头吧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什么东西？对啊。多少？欲望铁头。哎，同学，不要讲话。多少？他从哪边走？从这边，对不对？这是5的位置。走到这边，这边多少？哦。多少？1.2嘛，所以是正还是负的？正的哈，正的1.2。好，接下来呢，7秒的时候，谁说？它是什么？来，冠远。1.7哦。它是1.7。那个叉叉。哪个叉叉？第七秒的时候，那个叉叉是。1.5。啊，1.5好了。啊，那更丑。啊，多少？我算一下。哇塞。4.7，-4.7。-4.7。耶，远的要命。别闹。这边哈，好，那接下来换谁？赵东。好。换谁？赵东。这样子的话，1.5哈。1.5的。对啊。耶。好，所以这线要怎么连？哎。就直接把它连起来，这样对吗？错。对。啊，符合你的方法。我还有光路片。它会变直的。物理的它是直的。这样对吗？这样对不对 ？Maybe。Maybe。Yeah。Maybe。为了 Maybe 啊，我跟你讲，这叫暂停的说法。就是这样，不对啊。Maybe 的意思是说，对，可能，可能对，可能不对，所以你只要说对，你看我说对了，你说 Maybe。他们说不对，你说我说 maybe 也对啊，这是暂停的说法，不能这样说。对，对，不对，一定有说吧？啊，对，不对，为什么不对？因为它方向那个，你知道它一秒移动一嘛，不好说它那个长方形，它那个时
OK OK， 没有没有，因为他可能是用闪现的，所以你，并不知道他有没有经过。OK， 好，同学，你们有知道他们两个说法不一样在哪里吗？关于说什么？他用闪现。所以怎么样？所以他是瞬间到达下一个点。所以怎么样？所以他没有中间那一段速度的变化量。OK， 那子彤说什么？速度是一直线。子彤说什么？我不知道他说什么。啊，我想知道他说什么。龙轩 ，OK， 龙轩，子彤刚说什么？哎、欸，同学，你们真的要记得，每个人的讲话都很重要，因为他说了一个观点。那观点可能对，可能不对。对的话呢，你要想看他对啊，我有没有想到那个观点？如果他说的观点是不对的，你为什么能够纠正他的观点？为什么你可以提出一个跟他不一样的观点？这叫做思辨哦。我们一直在讲思辨，什么叫思辨？思辨很重要，是思辨很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？要有自己的想法。那考要这样提出。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，所以在讲这边东讲一点西讲一点，你可能那时候还没有想法没有关系，但东讲一点老师讲一点，这个同学讲一点，那个同学讲一点，你开始慢慢酝酿自己的想法，你要把你自己想法跟别人比较，他或许说对，他或许说错，你要支持他或你不支持他都有个论点，你不能讲说都可以，也不能讲都不知道，你都不知道你没有想法，都可以，你也是没有想法 ，maybe 也是没有想法，懂吗？你一定要必须，我跟你讲，自然科学在讲思辨最简单，为什么？因为它都一定只有一个，不是只有一个，它都一定有合乎逻辑的说法，对不对？它不可能跳出去没有合乎逻辑的说法，所以你支持它，一定有支持的道理；不支持它，也有不支持的道理。所以冠宇刚讲的，他认为这个方式不对，因为他可能瞬间移动。对不对？他可能0.5秒的时候身上在这里啊，他可能0.7秒的时候可能在这里啊，他可能0.1秒的时候可能在这里啊，啊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哈、啊。子彤的说法是说，因为这条线，假设这是确定我们知道的线，它这边所放出来的面积，只有。1/1/2，只有二分之一，不符合原来所说的，他经过了一秒，他走了1公尺，这个结果，对吧？是不是不符合？嗯，好，那这两个说法，你比较愿意接受谁的？我觉得，直红的，直红的，冠宇的，因为我觉得，所以你反对冠宇的说法？我没有反对，我只是觉得直红的说法比较简单。OK， 好，龙轩呢？我两个都支持。两个都是，龙轩呢？他想要创造。Hello。好，那你可以提出第三个说法。好，我们先跳过赵东。关于说法，我觉得面积好麻烦哦。关于的说法可以直接从逻辑跟推理。怎么推理？就是讲说，加速度可能不一样啊，对吧？就可能会有。所以呢，所以没有办法上面，哎、欸，所以就可以上面。所以那个东西不能用一条线来概括嘛。OK， 所以这个这边的问题是要这样子的。哎，对，可能是这样。对对。那浩轩呢？浩轩光头了啦。不要烦恼了，都已经比不了，懒半天烦恼了。下课吗？我们把它讲完，下课讲不完就继续上。来，浩轩，走啦。来，浩轩，走开。烦恼是回来。哎、欸，赵总。哎、欸，你要回收。修老师不理解，修老师哪一点不理解？我不理解这个东西。不理解哪个东西？啊，把它留在课后辅导。停，他不理解，你肯定不理解。他不理解，你可以解释给他听啊。好，赵东解释给你。哪一个不理解？你说那个东西是哪个东西？来，风口，看这边，啊，砍了一条线。赵总，不要再干扰了。我先讲。对，让他先讲一下嘛。哪个地方不理解？哪个？听不听？
方，你说那个地方不理我，不知道哪个地方啊，要讲一下。我那个有不懂，反正就是那个刚刚这个点的决定方法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。那只是说我刚刚假设，我们像这个点都决定完之后，我把它画一条线。我们以前在学函数图形，不是把所标出来的点画成线，就是函数图形吗？折线，不是这样吗？这就是折线图啊，对不对？这是函数图形。啊，我说假设这个 ST 图、BT 图、BT 图会画出来一个点嘛，我把这个点的线连起来。这样子合不合理？我在问的这件事情合不合理？那所以现在有两个说法，第一个说法是子虹说的，这样不合理是因为我们讲过 BT 图底下所决定的面积就应该要等于它所走的距离，对吧？对吧？因为我们不是从那个推来吗 ？B 等于 delta t 分之 delta s 吗？所以 delta s 会等于 B 乘上 delta t 嘛？什么意思？你速度乘上一个时间变化量，就会变成你所走的距离，对吧？好，简单来讲，速度每秒两公尺，我走了一秒，所以我走几公尺？速度每秒两公尺。速度是每秒两公尺的。我走了一秒。我走了一秒。那我走了多少？对啊，对，速度假设是向右每秒两公尺，我走了一秒之后呢，我的位移是多少？是向右两公尺，对吧？啊。对，速度跟时间的关系就这样来，就可以得到距离的。所以这个代表什么？所以一定要有 b 代表这条线，怎么样？这边 t 代表这个时间，所以这边所决定的面积代表它所走的距离，合理。可是这边我所看到是从零秒到一秒钟，它走了一公尺。可是假设这条线画出来，它所走的距离才0.5公尺啊，这边完全不合理，这是子虹所说的，对不对？冠元所说这条线不合理的原因是因为。这个人可能每一个瞬间都在不同的位置，他会瞬移，对不对？他会闪现。所以当我们在一秒钟看他的，他站在一的位置，可能他实际上这中间过程，他可能跑去很多地方了。对对对。所以这个 BT 图应该是乱七八糟的。不对，那我比较赞成子虹的说法。应该是说 BT 图，你要把点跟点连起来，必须要有 A 才可以连得起来。A 是什么时候 ？OK， 这样。这样比较合理，比较合理，对吧？要有 A， 那你才知道它的线是怎么画的。OK， 有 A 比较合理，好。然后，但是现在没有 A， 就画不出来。好，基本上冠宇这样讲也是合理的啊。但是我要回来讲是冠宇第一个说法不好，为什么？事实上是跑来跑去地方本来就不受讨论范围，对吧？对。本来不受讨论范围，我可以讨论它吗？我也没办法计算它。科学讨论东西哦，记得最可能是第一个，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，我们推测一个结果，我可以预测下一个结果。没有啊，我是说假设它在假设说它瞬移要花0.0011秒，那我在第0.999秒的时候瞬移到那个星星的点上，那我在。0到0.999秒之间，我的速度都是零。嗯、那我的图就应该是零了。然后我在下一秒的时候是一样，那我这样我图就没有办法画了。可是我现在讲的是，你现在所讲的东西跟我现在讲的没有关系、啊。我现在讲的是说，我们科学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从已经看到的结果。去做一个推论，然后可以预测到下一个结果，这是科学要做的事情。可是你所讲的东西是个想象，是个假设，我可以拿来当成我已知的结果。不行嘛，所以我就没办法推测它后面的结果。所以通常这不是我们科学所讨论，这些东西当然存在，有可能，但是是我们讨论，是我们现在讨论对象，不是，所以这种我们不用，懂意思吗？我不会拿。冠宇，你刚刚所讲，他可能瞬间移动怎么样，这我根本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要讨论他，好，不知道就不讨论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讨论，你知道，我们知道什么？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，每一秒钟的位置我观察到了，我要从这边来讨论下个结果，我要预测未来嘛，是不是要做预测未来的动作？所以要从这个结果来推论它，好，我们下个。
摇一摇。